你不在我这儿拿干二胡的吗？我拿二胡的，我进来要吃吗？没有弄。你把它做在啥子？没有弄，哎呦，真的疯子。你回来消消毒没有？我在家里看你肠胃啊。没有就赶紧去换个衣服，屋头味道弄到住，你硬是不晓得吗你？喊你出家回来要消个毒，要消个毒。好好好。天哪，瞧我一下看，你在何时呢？荷包水不是我给你买的吗？18块钱的，行。是吧？这穿起这衣裳，都一收。咱穿的这衣服都皮一收，前凸后翘哦，嘎。哎。好帅哟、哦，怪不得人家领导都说了，呀，好，我爱你哦，宝女儿，我喜欢你。你看你那骆驼就跟那个啥子，猫儿和老鼠一头的那个闷蛋那个屁股一样。上一个看。哎，真怕喽，你要不要上一个？这上了多少上？这儿让我坐这个地。还把这个粉蒸肉串出来，装在盘子头。别加几滴香油，撒点葱花儿、香菜。好，包你串儿，快等我去吃饭。那妈，来坐起吃饭。还差一点。妈呀，那又哪个要不起了？你不吃吗，天哪？来嘛，妈。嗯，我吃几年嘛。来嘛，天哪。我是青年。来嘛呀，你弄啊吼。要整趴的皮子怎么趴呀？嗯。这东西一定要整的趴才蓬香，听见没嘛？我炒点米汤喽。哎，我这大汤弄好了，那白菜汤。我不喜欢吃大汤，我要泡米汤。那我觉得哪个最喜欢吃粉蒸出来、哎、你都记得到哪个喜欢吃啥子，哪个喜欢吃啥子，只记得到你喜欢吃啥子。你大爷的，你大爷的，你大爷的，不能按住粉蒸肉吃，那么哑巴的没啥子。你说明白嘛，你说你大爷的，你大爷的，我想你说的啥子，看你没记得我喜欢吃啥子。你喜欢吃这啥子，啥多吃白菜，炒的长得白噜噜的。今天视频拍到这里，希望我视频给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